天雪吃吃的受苦不难闻，也到田中园，也到田中园，为着高砂灯，高砂灯不惊吹打寒那冷。好，谢谢你。好，好简单。哎呀，好。真正会当无唱过歌呢，唱歌遐好听，无简单啦。咁样，但是这歌算真老的歌，老歌曲。这个平常时讲啊，今日呢，这个啊于大哥啦，甲小弟我呢，两个人伫台顶呢，要甲咱服务的这段这电商秀啊，甲过去啊都无啥感觉。咱过去伫这个舞台顶啊，这电商秀拢是这台下的观众呢，点起来歌。台顶的艺人呢，佮尽量甲各位完全甲唱较好听，来服务服各位就对。但是即卖呢，要咱两个呢，要来点歌，互后壁人出来唱。哦，这个无简单啊。哦，算咱点好唱就对啦。是啊，咱那边点好唱嘞。这个过去呢，咱是差不多农业社会时阵啦，迄当阵呢，菜店佮即卖酒家，即卖已经什么进步到什么徛吧嘞，吼，什么沙龙啦，对不？酒店。较早唔是啊，较早酒店、菜店、地点啊啦，吼，哦，地点啊，迄算较低级的去啊，嘿啦，菜店算较高尚迄种的。我那较早我拢行地点啊，较侪咧。哎呦，你拢行迄种所在哦？哦，我拢纯吃茶。哎呦，嘿啊，我有较进步咧。暗暗嘛，迄种讲啊，较不啷个讲啊。啊，今仔日咱要讲的这个是差不多伫农业社会时阵所发生的一个菜店的这个故事。啊，有真侪安尼装卡吼，安尼阮娶查某囝啦，还是讲甲处理吼，唯一的一个心肝宝贝吼，甲卖去这菜店安尼换一寡钱当去生活。对啦。这种可怜的代志啊，定定发生啊，对不对？是啊是啊是啊。今仔日咱要讲的呢，嘛是一个真人实事，吼，发生伫台东县的故事。啊对哦。各位慢慢来甲欣赏。抱我先甲鼓励一下，吼，这算老大人来到都市。三日俱乐部，是俱乐部。我想你念对啊。三日，迄啰菜店，老人菜店。安尼，是安尼，咱这地址无唔对啦，喏。哦，迄啰千人路30号对啦。对对对。好。啊，正正问吼，下联呢？啊，恁是遮的。好，我就这间唔正点啊，我两个股东啦。安尼，做头家就对啦。啊，是要来只订多订番，还是？唔是，我是进前吼，我伫台东啦，啊，我台东坐火车来，啊，我进前有甲恁订好势啊，约束时间，今仔日下晡2点要来甲恁面会一下安尼啦。哦。这是地址无唔对啦，然后。这无错，迄啰。高东仪先生，是，我这代志我调查清楚。你讲有人通知来面会哦？系啦。你讲你为台东来啊？我台东坐火车来啦。哦，啊，你来咱这台北是专工来佚佗的？唔是啦，啊是安尼啦，啊，你就知影吼，啊，阮算住庄卡吼，伫台东啊海边啊，阮算土海人啦，啊，阮老的吼。啊，一年吼，啊，拖海出去抓鱼，啊，到暂时拢也袂转来啦。啊，厝内放我一个吼，也拖命咧做，啊，一个口啊十个啦，啊，我拖命拖到要死啊。啊，说啊，去看人吼，阮咧装诶哦，啊，足侪人讲，哦，知呢，因兜查某囝，啊，出来讲台北食头路，啊，2-3年转去尔。哦，拢无共款呢，有下电视、冰箱，啊，厝拢空苏拉布安尼呢。哦，我看我来吃甘心，啊，因就报我讲吼，啊，台北有这个机会啦，我唔知哈，啊，前面来吃看机会，去发展一下我安尼啦。就恶上吼，这个当然啦，有诶来这上班哦，卖讲2-3年啦，半年2个月，
有当时就已经合一寡电话制品咯，等于增加互因老伙仔享受啊。是有这款代志啦，但是这看条件啦。对啦，你看我看咧啦，你这款咧要来上班是无多啦。这是安尼啦，我看吼，你也是等于。等于故乡哦，过个单光嘛，不一定恁翁子嘛已经等于处理等你啊。嘿啦，你唔通来这要上班啦。好啦，你这个形象上六年，我看退伍回去哦，参考名车都买袂到啦。不啦，唔通啦。是我啦，我带阮查某囝来啦。是阮查某囝要来上班啦。哦，恁查某囝。对啦。等，是讲伊这个形生出来查某囝，敢有可能会变形？我你讲无看，唔知啊，你无听人讲排得出好顺。问题这个不是对的呢，对不对？你早起来呢？我已经出来。要来讲鉴定一下吧。今年几岁啦？今年哦，16。16哦。好啦，无叫伊出来，无要紧啦。好，来个拍拍啊！妹妹来哈。阮是。头家啦，这就是阮查某囝啦。这恁查某囝吼，对啦。哦，你讲16岁，嘿。哦，这真吼，真扎实啦，哈。嗯。我毋捌看迄16岁吼，你还要练去啊？是啦，算作阮台东哦，海风较透啦，盐分较济啊，算作皮肤会影响着。但台北个一过那久就袂啊啦。这我看啊，无安尼吼，安尼嘛好啦。既然吼，这吼。人也有，人也有这个心来啊，对不对？啊，咱这嘛是爱吼较轻重的。啊，这是要安怎样？无啦，看一斤，伊这嘛是要来卖。啊？对吧？卖来较轻斤的嘛。较轻斤的哦。无啦，咱都不是。无啦，我称腿摕出来嘛是爱个称我嘛。你真爱讲笑，我唔是咧卖猪肉个啊，较轻斤的。啊，无安尼啦，阮这是爱拍客哦，就有影啦。拍客哟。爱拍客哦。无啦，啊看条件。啊，即啰两年吼。两年。10万啦，两年安尼伤低哦，伤低，三年啊，要三年哦，三年10万啊，三，不是伊这个型，我惊吞两年就拢免你啊呢，免你，反正有人迄款带免你啦，啊无呢，前两年都在伤啦，后一年哦，万家波导里啊吼，我一个同学里啊开迄个老的经，老祖经，前三年10万安尼。三年十万呐、啊，有只黑毛妹妹，哦啊、10万块呢，拢无休困的哦，啊一个月当互你休一礼拜，哦一个月够一礼拜好休困啊，迄个休因阿姑的啦，哦，哇，哦，你知啦吼，我知，迄个拍麻将红中的啊，红中的啊，找人的代志我来，知啦，哇，咱有10万块呢，哇，咱即马转去，我不对，家咧那里厝吼。个空床啊，吼、哦，啊个换碰床，买冰箱，啊妈妈迄迷信哦，想说个换电动诶。迄啰，你要买这物件吼，我也有一寡查拉货。较俗哦。俗啦，安尼哦。但是你唔通讲伫我遮买呢，你家己爱打起来呢。哎呀，啊，你有只够有赚呢，哦，袂歹，妹妹。嗯、啊，出后吼，你都爱比较好上班，嗯、较骨力的吼，啊上主要爱听人头家话哦，吼、嗯。哦无安尼，安尼，阮查囝就交代你放心，我绝对会好好来甲灌溉。啊钱吼，啊都会给你。我直接回你的口座。
我无考做啦，就邮局的，啊邮局，啊邮局啦，定来去汇啦，知影这种内行啊，用汇票嘛。安尼无安尼，我十万用汇票要汇二十几张的呢。安尼我转来啦哈。啊你去走啊哈。啊讲照顾一下哈。好啦，无我叫阮宽龙桥这边来载你哈。我来转啊吼，你来保重哦，再见。别伤心啦吼，三年紧紧来就退伍啦。地无贪着金手指，贪着台北遐多钱，将阮身躯卖出去，予人当作佚佗物。爱只无想着女儿，光阴如箭，日月如梭。这位台东来的小妹妹上班也经过半年了。来上班遐久啊，半年啊呢，啊你也不管事啦，面拢安尼，去结到迄款型的，你人客哪敢来？既然你甲踏入这个酒场来，啊唔来较少用的，人客唔照去会敢来？头家知影，我知影啦。再跟他讲，再跟你讲几届啊！定来安尼，够奇怪，你都夹袂晓的。红灯，七灯，照阮面，阮是要你。安尼，逐工安尼唱啊唱啊，拢是唱啊可怜悲哀。你唱到阮两个安尼，逐工啊，看到你哦，唔知是要安怎才好。来遮上班无唔对，人客吼形形色色，几啊种，几啊百样人迄个形。但是你个永远爱保持咧迄个亲切的迄形体，安尼才趁有食，你知影无？无采你安尼偌济迄个阿霞，迄种安尼好嘅人要来甲捧场安尼。大概来啊吼，大概啊。你结交迄个人，啊，人有诶是开卖。兄弟呀！哎呀，两位头家好，兄弟啊！哎呦，哦，半年无看，加偌水咧！哎呦，你甲阮照顾，啊，你啊，春妹老母呢啊？哦，啊，半年衫拢无换啦。哇，你这帮垃圾无？无啦，我是感觉讲真正吼。啊，上下我穿啦，莫讲真正下你穿啦，后台嘛无第二领。来，这是我专工吼，从台东载来啦，这店迄落土鸡啦，阮山顶饲的土鸡。哦，山顶的土鸡啊，店家秀啊，你哦，这哈，歹势啦，啊来就来个炸土鸡。是安尼嘛？来，我来甲头家说一下，哎呦，恁安尼吼，偌守信用的呢？啊，我一个转去呢，三工了，邮局就甲我通知讲。哦，有一笔大钱吼，也咧等阮领啦。即马现准时，我是阮邮局内底上大户呢。哎呦，这个点数不大吼。哎呦，我这不是没有，好阮妹妹啉啊，你哪甲啉落啦？奇怪，咱查甫啉了，啥会变安尼？假自恋。啊，你这妖怪呀！啊，无大无钱，你刚啉这都要创啥？哎呦，多谢哦。唔知有啥？什么种会当啉了会恢复的无？加啉淡薄啊，可能就会啦。啊，你夭寿，你遐贪食要创啥？你奇怪咧。哎呦，你都唔知哦。哎呦，水好啦。安尼啊。哦，安尼啊，话这只土鸡也是厉害咧。这我饲几啊年的呢，正准备要拍种的啦，拿来拍种啊，但是哦。恁查某囝伫只上咧袂歹啦。哦，真感谢，你都唔知哦，我甲恁报告一下。哦，我自从吼有迄笔钱了后，我个外厝吼啊。
全部改翻修呢。起码是阮家吼，是阮哩砖头吼，上盖舒适的呢。我穷死啦不啦！哦，这样呢吼，你做这款代志卖走，今来换十万块，等于中风处这样，天公是会给你降死。没啦没啦，啊就大家吼，安尼厝边头尾啊，大家庆祝一下，哎，感谢阮妹妹啦。啊，你那个土海那个阿母回来无啊？无呢，无回来哦。妹妹，啊你家有好无？袂歹啦。啊，弟弟妹妹好不？哦，起码哦，你学校吼，哦，偌好嘞！啊，同学拢对因偌尊重嘞，伊起码拢穿旧鞋呢，他们穿新衫，我拢感谢呢。纯表因母啊，你个一个细汉查某囝叫做阿喜完，对啦，喜完煞娶来啦，哎啦哎，同款三年，佫十万互你啦，三年十万，无咯，起码不住爱去啊，哪样啊，两年十万呐，两年还佫细汉呢。不要紧啊，细汉只计较较悬。等于甲参详看卖啦，会使甲带来啦。啊，无安尼啦，我今上班啊，你卖定来啦。好啦，哦，卖定来个，好啦，你安心啦，在这上班啦吼。啊，头家，安尼，再佫甲阮照顾吼。会啦，伫遮待了真袂歹啦。准备啊，妈妈咧想吼，我等紧等来装卡，甲妹妹讲，我要带伊等来甲你来上班，好不？妈妈，唔啦。上班我来上就好啊啦，我继续上。阿妹妹还佫细汉，回读册啦。我安尼哦，嘿呐。哦，你要到老多要上班啦。好啦，上上拢同款啦，有人上就好啦。有钱阮领。哦，我来等啊，我等啊，郑卡。妈妈。啊，一个做老母敢知影，伊的查某囝心肝内底受偌尔痛苦。但是做查某囝的，为着要家庭环境当改善。伊甘愿安尼，家己继续牺牲落去。妈妈，为着你的幸福，我牺牲那有啥物事？一步珠泪，挂望查某啊，啊，逐天来拢看你安尼面油面干安尼，啊，来遮咧旁听咧无路用啊，对不对？我喊你离开妈妈。喊你离开你妈妈，离开啊！你敢毋是敢来遮我那上班袂少时啊咧，对不对？啊，逐个来遮看你安尼哦好，拢袂啥爽快咧，我够奇怪咧。那像你看的话，阿伯也是叫一届，叫来接一届尔啦。阿伯要搁叫你啊。一个可怜的查某囡仔，受到这个人客家的讲这个话侮辱了后，心肝内真是有苦难言。虽然身在烟花界，但是有些人会当了解伊真正的心内咧。生目尖呢？上班啦、啊，你安尼？你是安怎的呀、啊？啊，戆囡仔，人客搁较粗鲁，迄嘛是人客，你那就该计较较济，对不对？免哭，你个耳痛啊，就要退伍吼。
啊，恁老母刚打电话来讲吼，讲无要互你连庄啦。伊讲哦，最近伫厝里做条仔骹，讲赚袂少啦。哦，你咧哭迄个型号呆呢？目睭大粒，鼻仔搁大戆，啊咧哭安尼？啊，哎呦，这做头家人的艰苦啦。有情的郎君，花蕊采了情也断，放阮地着烟花绿，人客当阮痴痴离。心空虚，怨一寸，今年约牛来骗阮，今日才着对落海，我客饮酒花酒。啊，人啊，讲起来一切拢是命运啊。其实你伫咧店上班这一两年的时间呢，我也有注意来观察。嗯，这查某囡仔本性袂歹。对啦，有当时啊吼，你看伫甲人客看伊伫嘻嘻哈哈吼，其实伊也毋捌咧啉酒醉的。对啊，我顶啊听一个人客讲，这查某囡仔吼，嗯，品德真好。嗯。就是讲，人讲啊，这个歹德哦，出好顺就是。出好顺，我咧甲你讲过啊，你唔信？好啦，我看哦，你也免上啊啦。自明仔载开始，哦，明仔载嘛袂用是阴暗多个人来对吧？阴暗开始吼，你做我的第二个啦。做第二个吼，互你自由。哦，但是呢，我够食醋，你也知影。吼，你唔通甲别个买上安尼，像迄吼，你唔通看迄呢，迄厨房遐贵啊，你来看，迄个切菜你看，哦。啊，这个中坡头，你知吼？这个吼要注意，唔通甲伊打情骂俏，吼。做你第二个。啊，懵啦，懵啦。我那算会头家娘呢。但你这个人我都无计较，你跟我计较。落烟花街，运命牌亲像大海，小船无风开。明日总是烧酒目屎，惦在酒场内，谁有情谁来，破声鼓励一下，后街人生。拄只呢，当讲是安尼，大用呢，加一段即啰过去有一段实在故事呢，咱是舞台顶呢，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呢，安尼半生笑来表达出来了。但是呢，相信这种的故事呢，不管咱是听到也好，还是亲目睭绝对看到也好。这种是事实的，过去农业社会，大家呢太散，对不 对？一个妈妈呢，莫名其妙，唔知讲家己做什么代志，将查某囝呢塞入火堆，佫真欢喜，对不对？这种呢，咱袂当怪迄老母，但是因为伊唔捌，但是无多咧，因为因翁踮咧讨海人，因翁出去也无着，啊，家己一个踮咧带五六个囡仔，对啊，啊，你较大汉咧，你无叫伊出来斗谈咩呐？所以讲，平常心讲啊，这个天公哦，对查某囡仔也是无公平啦。你嘛，查某囡仔偷泥瓜无转啊，都偷鸡呀！哦，啊，查甫呢偷泥瓜无转啊，都偷海，你看没有？啊，这真正偷雷嘛，对不对？啊，你这好算讲吼，拄只安尼，我唱个老白塞呢。哦，受逼啦，足艰苦的。哦，你是想到你较早过去的款咯？不是，我有看。那我看你这个型，你真正捌去菜店过的款咯？迄看到捌看过真正可怜的人。哦。啊，看到咱唱这歌，当然。手甲心会疼嘛，对，心会酸，啊，连目屎都一直连落，要连落要安怎唱啦？这是有影，你卖讲哦，咱台湾够好，你嘛看什么非洲遐哦，遐腰骨较浓哦安尼啦，为着要甲人换一条汉钱哦，用仙姑甲人换安尼啦。哦，去遐介观光客讲啊，你讲哦，我规个拢互你付，啊，你迄条汉钱好安尼？哎呦，非洲安尼哦？嘿啊，啊，遐我了唔捌去啦。
我都捌换过嘛。哎呦，你有钱？不是，我是两条汉字啦，两条汉字搁一条布啊啦。哦，啊，你算靠良心就对了。有啦，我算救济嘛，做功德啊。哎呀，我就袂歹，就袂歹哈。啊，这个吼算讲到这呢，互你休困啦哈。休困一下。